立法委员马文君，立法委员许淑华，草屯镇镇长简锦贤率领幕僚人员，即各界长官、民意代表、地方士绅及信众等，全体恭向草屯惠德宫关圣帝君暨诸圣佛先神之神位举行参拜典礼。典礼开始，奏乐。恭请市长韩国瑜担任主祭。请县长林连真、立委马文君、立委许淑华、镇长简锦贤、国民党南投县副主委杨立川、南投县议员李道中中。拿名片给你好吗？不要不要不要，你就到里面去啊，你就到旁边去好不好？议员潘老师，点巨灵，本宫董事长洪林山担任副主祭，请就位。恭喜各界长官、民意代表、本宫董监事。献花。
位行山鞠躬礼，鞠躬，再鞠躬，三鞠躬。来，我们请五位人员，我们再往后移，再往后移。我们请五位人员再往后移。来，邀请我们董事长为我们致欢迎词。报告一下，我们现在是在南投草屯的惠德宫。各位咱在座，跟我们草屯的所有的好朋友，以及从今天为台北专门赶过来我们中西尾村现场。超过10万，
啊，今日惠德宫就是我们草屯台东乡亲对善男信女的信仰中心，而且我甲人注意，各位董监事啊，这场敬意，咱知影是真卡做这款的信仰，除了心中有善念，我们拜关圣帝君，平常也在都默默的要帮助所有的弱势团体，对对洪主委表达敬意。各位乡亲，要特别拜托2020年的选举，我们在地马文君委员许淑华立委，请大家全力支持，好不好？好的，乡亲们，这三年多，大家都很辛苦。事实上，蔡英文的执政，民进党执政，让太多人伤心，太多人失望，没有办法交出最后的成绩。黄口红黄口背水笔记，够高后没有办法。所以说，2020年要拜托大家，我们唯一就是手上这一张选票。拜托大家，我们把选票集中起来，支持我们自己在地最优秀的马文君、许淑华，好不好？强力民进党，我们一定跟马立伟、许立伟合作，配合南投林县长、草屯的简镇长，我们追求台湾安全。土地给大家看一下，万人，什么叫做非常多的人哦，热情，走到哪里都是这样。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感谢，感谢，加油！我们感谢高雄市长唐德宇、刘文章社长、立委许淑华，真的是非常疯狂的画面了。欢迎，欢迎，二手到了。跟大家说拜拜，我们要去赶下一间了。